今年呢，我看照相的戏码看了，大概天地的意思就是不会很平稳的演出啊。哦，照这样看呢，可能也是有血有泪的，是不是？我看是这样演的吧，要不然怎么演？如果是这样子演啊，就要很小心了。地水火风，我先预告一下，地水火风，所以地震要很小心，不是不来，是悄悄的来，咕咚一下，你千万别说我没告诉你。那要打算你告诉我有什么用的？天再来我们也只能认了。哎，先防范一下吧，尽己所能，家里的什么高的柜子啊什么的，能够先固定的贴在墙上，这个螺丝钉拴上去能牢一点的就牢一点吧，是不是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就好像我们那个学员不是吗？他自己中了 COVID-19，他自己的婴儿居然没有中，这不是个人命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先做好保护。你等天地来帮你保护，不知道，自己先做好，后面就看个人的命，那比较有他一番见解吧，啊，所以咯，地水火风，今年看起来要很小心，火有地了，有水了，有风了，还没有火。火可能是火山，可能是战争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世界上为什么打仗？为什么？我也搞不懂。强权是不是？然后争谁是老大，所以要打仗。但是打仗的后面又在讲我们都是人道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怎么怎么怎么？那既然人道就不要打了，为什么要打了？是不是？祈祷吧，我们大家一起祈祷，世界不要有战争，是吧？好，好。接着翁天玉唱那首歌，我觉得唱得太好，是不是？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祈祷，爱的祈祷的，那叫什么？对啊，反正回去听听，听说要有意思，是不是？真的了，我觉得干嘛呢？我也觉得好奇怪，我一直在讲，我从去年讲到现在。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一个什么样的宗教领袖出来讲，我们不能互相的怎么样，我们应该要和平共处，我们要相亲相爱。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讲，宗教领袖有谁啊？有谁出来讲？还没有人，所以大家就进入到那样子的一个不好的轨道，没有醒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有人要出来敲醒这个警钟啊！全世界都不可都不都不要再打了吧，是不是？和平吧，共处吧，天灾都来不及应付了，还打仗，你说是不是很好笑？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我总是觉得，宗教到底在干嘛呢？